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蒙。今天我们要来发明一个很酷的东西哦。快点来，欧蒙。妈妈，妈妈。嗨，我是最可爱的阿米兔，你们觉得呢？哎，凯洛来喽！想不想要看我的新舞蹈表演呢？小心点，阿格勒。来去做点饼干吧。杜康，健康。哪康？阿格勒可能在替我们做饼干了，我们快来去尝尝看吧。这个方向，小心点，动作快一点。我迟到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走吧，多瑞。等我。巴达，巴达，巴达，巴达！所有的朋友们，今天可爱乐园会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呢？让我们去看看吧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苹果吃起来都好好吃哦。全部都吃完了，可是我还想要再多吃一点。那康，我可以再咬一口你的苹果吗？可以，你的已经吃完了。如果你现在给我咬一口，那我以后就给你咬两口哦。不要。拜托啦，一口就好，拜托。不要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嘿，你在做什么？阿米兔，你的手上拿什么啊？这个，这是花的种子啊。花的种子？是啊，这是草莓花跟巧克力花的种子。草莓花的种子，巧克力花种子。如果你栽种它们，花就会长出来。对啊，草莓花种子会长出草莓花，巧克力花种子会长出巧克力。你们不觉得一定会很漂亮吗？它们一定很好吃。好啦，我该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栽种这个苹果，就会长出来。太好了，完成，长出来，长出来，好好的长。等一下，如果你给他一个房子，他会长得更好哦。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。好了，看看我们浇这么多水后会不会长得更好。如果你们这样压的话，种子一定会长得更好。你们在看什么？干嘛啦？帕达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帕达，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，因为苹果很快就会长出来了。苹果？对呀，我们刚刚在这里种苹果。真的？听起来真好吃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尝到呢？再等一下下哦。好哎，巴达巴达，苹果苹果。有点困难哎，苹果什么时候才会长出来？也许房子太小了。
哦，是我踩得太用力了吗？啊，实在有点等不及了。啊，什么跟刚刚的一模一样哎。哦，怎么会？我也要把我的挖出来看看。好，我的也是。嗯，我也是。啊，好无聊，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那我也要走了。我觉得昨天晚上好累哦。我做了一个我在吃苹果的梦。啊，这些是什么？嗯，哈哈，哎，不要推我嘛！你们两个干嘛这样嘛？哎，是什么？我以前没有看过。确定可以吃吗？啊，好硬哦。Hello， 你们好啊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它就来这里了。这不是种子吗？种子？对啊，大概是某种水果的种子。真的？所以如果我们种它就会长出水果咯。当然啊。哇，太棒了，那我们来种它吧。哎，你们这样种子不会发芽啦。啊，是吗？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让种子长得更好。快说快说。好吧，健康，如果你把娃娃放在上面，种子就晒不到太阳，而它们需要阳光才会长得好。那康，如果你太用力把种子压地下去，种子就会受到压迫，所以要轻一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看吧，我就告诉你，这些种子需要浇水。但是水浇太多也不好哦，这样种子反而吸收不了。Hello， 你们今天有没有继续栽种种子啊？潘达。阿米兔教我们如何栽种这些种子哦。如果你可以稍等一下，你就可以分享我们的成果了。哦，是吗？真的？嘿，我想这些种子不会这么快长出来的，你们大概还要再多等几天吧。哦，好吧。可是我还是希望它们可以长快一点。长出来之前，我们先进屋子里玩。好啊，那我们来玩游戏好了。不打。我要在这里等。我要帮这种子加油。健康，就算你帮他们欢呼，也不会长得比较快啦。好吧，那你还是欢呼好了。真的有在长吗？请你快点健康的长大吧。我的种子好像长出来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长出来了！哇，太棒了！我帮他们欢呼，然后就真的长出来咯。真的吗？那这样子，我们一起欢呼吧！快快长高，健康长大！快快长高，健康长大！快快长高，健康长大！真的长得好高大哦。那水果什么时候会长出来呢？一定会长出又大又甜的水果。哇！你们看，是西瓜。哇！
糕，好大的一颗西瓜啊！健康，我们一起把它吃掉吧。好啊，我想吃下这一颗西瓜就会饱了。我们也跟阿米兔和帕达分享吧。好啊。我们应该把大家叫来开个西瓜派对。对，西瓜派对。